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了，然后我们从酒店出发，现在去机场。现在外面下了大雨，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按时起飞。第一次去泰国，这边听说挺热的，带了很多短袖。泰国见，泰国见。哎，我现在已经安全的抵达泰国了，然后我现在在酒店房间里面，一会儿打算出去转一转。这边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刚才在机场的时候，跟粉丝朋友们见了面，泰国的粉丝都很热情。在回来路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建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长得特别像像素游戏里的楼。我现在非常困，在飞机上大概睡了3个小时，然后也睡得不是很熟。准备先休息一会儿，先不说了，不听了，逛一下。